我哋今年9月17日有個飛鏡比賽，不過今次咧唔係打三支槍，唔係打三支槍，兩支槍，即係兩支長槍。咁即係 short shot holder 唔使要啦，掉咗佢。呢兩支槍再唔係，呢支槍亦都用嘅，用一支長槍再加一支手槍。手槍加長槍，冇錯啦。但係今次咧亦都加多個組別嘅喎，係咩嚟嘅咧？好特別噶，輕便好多係嘛？咦，兩支 SMG。其實正確嚟講係叫 PCC， PCC 嘅話咧就係一支 SMG 啦，其實就係每一個細嘅彈夾，但係佢亦都可以同時間取代一支手槍，可以打鐵靶噶，輕便好多係咪？可以唔使帶咁多咁長嘅。咁我即係一個背囊，一支 SMG 加支手槍，咁就可以嚟比賽啦。冇錯，好啦，9月17日見。